今天是礼拜五，我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要去当半日的哈佛假学生，我要去感受一下他们那个学术的氛围，所以我现在就想要搭车过去，感觉越来越熟悉这里的地铁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成功。我已经到哈佛了，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进校园，然后去找到那个哈佛先生，对，然后逛一下他们的 bookstore。我觉得这个哈佛学生计划应该就可以结束了。大家刚应该有看到，就是今天那个 Harvard Yard 是关门的，所以他只让学生或是你持有就是他们的 ID 的人才可以进去，所以我就被关在门外了。我今天就是半吊子学生，有鉴于因为哈佛有点算是没有打卡成功，所以我现在决定要安插一个新的地方去，就是 MIT。 我的目标就是要拍到 MIT， 希望这一次的任务会成功，加油。找到 MIT 了，耶！好，我觉得 MIT 的校园风格真的跟哈佛差蛮多的，就这边感觉就会有点偏工业感，但哈佛的话就是真的是偏很学术风，它的建筑什么的都偏比较古典这样子。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一天同时看两个校区的时候，会充分的感受到他们的不一样。对，目标是要走去一个叫昆西市场的地方，感觉它应该是有点像那个什么 public market 吗？所以我准备去那边逛逛。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评估看看。
走到它的对面，对面这个叫做 Boston Harbor Island， 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是可以搭游轮、渡轮，对，然后还蛮漂亮的。一个 reception， 对，所以现在要吃饱。嗯。